大家好，我是小六，今天是除夕啊，我骑了个小电驴啊，从外面回来祖堂这边祭拜祖先敬天地啊。那我的头发连头发都没有空去理，天天写对联，来带上敬祖先的礼物回来，贴对联，贴好对联啊，祭拜祖先天地，祭拜天地啊，祖先。然后呢，就大年三十团年饭啊，哎呀，鼻涕都出来了，又冷又下雨，哎呀，双手都吹到很疼。贴好对联。哇，这个下雨天太冷了，难搞哦。那我说手都冻得通红了，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是每一户都有人去做生意的，所以说都回来的有点晚，都是忙完手上的生意再回来，还有一些没回来的呢，等一下人齐了回来了再一起去敬祖先啊，敬天地敬祖先啊。丁财两万，平安宅。这个祖堂上面的对联它也撕不完，主要有一些贴得很久，它也不能清洗了，那就随便清理一下就贴上去了啊。门和窗全部要换上新的红纸啊，全部要换上新的红纸，一年换一新。哇，这鞭炮声，外面下雨，一片泥泞。富贵双全，幸福家。贴上对联，感觉好像就像马上就焕然一新了啊！写对联这个活呢，我可以干，但是贴对联这个活呢，我干不了，真干不了，因为不够高，就交给他们来了啊。好像白了，这些天呢、啊、天天都在忙对联，从早上8点起床就忙到晚上凌晨2点多3点啊，这几天忙，好像整个人都憔悴了，也没有时间开直播啊，忙过除夕的话到时候就可以有空就可以开播啊。你的脚脏，你的脚脏，哎呀！哇，好肥的鸡，好肥的鸡，还有，哦，这个的，这是尾鸡，你回答。好丰满的鸡美丽，哎呀！有人认得这个吗？这个是崩，我们叫崩贵啊，专门是上那个稻谷的。这个东西好多年没用了，十几年没用了。哎呦，你看他头发好有意思啊！
等齐人呢就开始啊，先敬天地，再敬祖先。哦，好熟练的哦。哎呦，还想个走出去。刚回来的时候，我直接用魔卡了，你知道。是啦，网友啦，别人。老大，我帮你，帮小朋友来打了。快点。你看这个背带，这个背带是有年头了吗？喂喂，走。好了，那个敬完天地，敬完祖先，就得去土地庙啊。去土地庙回来呢，就该吃年夜饭了啊。咱们这个视频呢，就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啊！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啊！好，拜拜。